现在在去天津的路上，本周六我会跟天津歌舞剧院民族乐团，然后在天津音乐厅演出哦。终于到了这个天津了，太冷了。Hello， 早安，现在是早上8点，我们现在准备去吃早餐了。啊，吃了就去排练喽，出发吧。这个是大轮，是我问旁边的姐姐借的。这个是拨片，山下的。卖煎饼果子，煎饼果子看那个地儿吗？晚上来，为什么啊？对，就南锣鼓巷这么优雅的姿态呢？因为我冷。但是天津，嗨，看我穿的这么运动，就知道要健身。Hello， 我已经在健身房了。所以我们结束排练之后，刚好酒店也有健身房，就可以来健身一下吧。终于结束一天的排练了，啊，体力上还是有点累的。然后现在我会整理一下谱子，然后整理完就睡觉咯，晚安。